天空下着毛毛细雨，宜兰佛光人以及善心人士一手撑伞，一手提物资，在寒风中拜访60个长者以及弱势家庭，要红包，红包，红包。法师亲自发红包，要陪伴身障朋友度过年关。大伙儿也一起唱佛曲，用佛光温暖福田户。手拿年节礼物，开心拍照留念，环保袋里吃的用的塞满满。在佛光山南洋仁爱之家号召下，包括建设公司、便利超商、还有食品行以及社会各界善心人士，纷纷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向弱势雪中送炭。佛光山慈悲基金会、宜兰县佛教会，我们结合了各善心人士、机关团体，我们准备了这个年节的这个礼品。还有日常生活用品，我们一家一家送到他们的手中，希望在这个年节之前，把这个年节的欢乐，还有气氛，像家人一样的陪伴他，希望他能得到温暖，过一个好年。不只带来物质帮助，也带来心灵抚慰。南洋仁爱之家幸福宅配，希望每个收到礼物的人都能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。林俊毅、林君毅，宜兰采访报道。